何叠火焰餐巾。今天几分钟网教你叠火焰餐巾，这种叠法最适宜于颜色艳丽的餐巾和活跃热情的场合。你将需要一款餐巾，一只盘子。第一步，将餐巾正面朝下，菱形状平铺在桌面上。第二步，把餐巾沿对角线由下向上折叠，形成一个三角形。第三步，从长边开始叠手风琴式褶子，直至尖角。压平折缝。第四步，把折好的餐巾从中间对折，使长边的两头相对。第五步，捏紧底部，使其成型。褶子呈扇形展开，摆放在盘子中。你知道吗？火焰并非都是高温等离子态，在低温下也可以产生火焰。